啊，必须在。西京赋云：“大驾幸夫平乐，张甲乙而袭翠背，攒珍宝之万好，分辉利以奢靡，临回望之广场，乘脚底之妙气，乌或扛鼎，都如寻同，冲霞宴酌，胸脯。”这个应当宴乐，跳跃的乐，这个应当是凑字。胸脯花风，先锋，先锋，跳环剑之挥霍，走索上而相逢，华月峨峨，冈峦参差，神木灵草，珠石离离，总会仙昌，气爆五皮，白虎古色，苍龙吹。时女娲坐而长歌，声清唱而威仪伟。威仪对。洪崖立而指挥，披毛羽之先例，杜许魏中，云起雪飞，初若飘飘，后碎飞飞，复辟重歌，转时成雷，霹雳击而增响，汤和相扑天威。巨兽百旬，视为蔓延；神山摧为，险从飞。这个应该读忽从背现，忽然的忽。忽从背现，雄虎生而拿伯。拿爵。拿爵，猿又超而高猿，怪兽不良，大雀群。群。白象行运，垂鼻。伦君，海林变而成龙，壮婉婉以晕晕，设立扬牙化为仙车，泥马四路，枝盖九趴，蟾蜍羽归，水人弄蛇，奇幻咬乎树乎，翼帽分形，吞刀吐火，云雾咬云，画地成川。刘卫通进东海皇宫，赤刀月柱，祭宴白虎，足不能救，侠邪作骨，于是不受，而乃见戏车，束修毡，正头成才，上下偏翻，徒到头而根瓜辟陨绝而复连，白马同鸾白马同配，成竹并驰，同墨之际，太不可迷。关公射乎西羌，又不发乎鲜卑，于是众便进，心成醉，弹乐极，唱怀翠。好，这里边的项目你看了多少？写的呢，就是当时候的杂耍特技，和我们现在台湾所看到的当年的李唐华杂技团，像现在的上海、山东的那个特技团，啊，你们戏曲学院里面的那个叫什么戏啊？民俗技艺，民俗技艺系，都是可以从这里找根源。但它多不简单，带各位看看，因为这实在是内涵非常繁复啊，项目繁多。大驾幸夫平乐，大驾就是汉武帝，他的车驾呢到达了平乐观，张甲乙而袭翠背。甲乙就是排列，甲乙丙丁这样排列的。同时呢，这些帐幕都披上翠色的这个外披的。转珍宝之完好，把这个珍宝的完好呢都集中在一起，分归利以奢靡，使得这个排场装潢呢非常瑰丽，非常奢侈。临回望之广场，
面对着可以回望的广场，因为它居高临下，啊，城角里之妙戏，就展开了角底妙戏。所以角底之妙戏底下冒号，对不对啊？这标点我们把它标的是冒号，冒号就是内容，角底戏的内容就下边。屋后扛点，大力士扮演屋后扛点，都鲁巡统爬杆的这个老手都鲁往那高杆爬得很快，冲下偃月，那个现在不是也有一种叫冲霞，就是用一个圈圈，里边有什么刀啊，什么什么越狭隘的，你这样跑跑，咻就飞过去，这叫冲霞，像燕子一样飞过去了。凶土先锋，那也许你的胸膛就被那锋利的刀所伤了。凶土先锋。跳挽剑之挥后，挽剑之挥后就是手中拿着剑拿着挽这样跳，这样这样耍，对不对？现在都还有挥后，就形容动作的敏捷变化多端。左手上而相逢，那在左钢索啊，在那个钢索上面，然后又有一个景色了，华岳峨华山，高高的华山出现，钢卵撑出，啊，所以它这里面有变景，钢卵撑出，华山的这个山树高高低低，神木灵草啊，里面也有神木灵草，朱蜀离离，啊，在这个神木灵草里边。结了几个红色的果实呢，非常的繁多茂盛。哦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一群扮演神仙的，都聚在一起在那边歌唱表演。这些神仙呢，有的细抱骨皮，啊，有的扮演成为这个什么呢？会跳舞的，会吹奏的，会这个豹，啊，会跳舞的这个熊。还有白虎，甚至白虎也会鼓瑟，会敲，会弹瑟。黑色的龙还会吹磁，磁就是一种乐器啊，一种，事实上磁就和笛差不多的。女娲坐而长歌，有扮演女娲的坐在那边歌唱，声清扬而稳，啊，歌唱的声音很清扬，这个禅门低回。红来立而指挥，有一个神仙叫红来，站在那边指挥，当指挥歌唱。披毛羽之仙力，他身上是穿着是有毛羽的神仙，然后会飞翔嘛，毛羽。杜曲未终，曲子还没唱完，云起雪飞，哦，那也有场景呢。云就刮起风来了，雪就飘下来了，初落飘飘，后碎飞飞，起先飘飘然的雪下来，后来呢飞飞然的这个降落，复辟重德，哎，又出现另外一个景象，是重复的这个阶，这个阶壁单壁啊，要登到进入殿阁的那个壁就台阶了啊，从阁啊转石成岭啊，那里边呢那个石墨石转动了，成为那个像雷一样的声响，霹雳击而铮响，庞鹤象呼呼天威啊。那这时候有一种霹雳神呢，他就击出了，而使这个声音呢更加的这个什么呢响亮。
胖鹤相扑天威，那一种气势的强弱，好像上天要降下威严来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就倒影出了巨兽本形，有很长很大的那个兽，蜿蜒有100，形就8尺为形，百形就800多尺，这就是我们舞龙舞狮了啊。四维蔓延，像这个就是蔓延就是古代所谓的舞龙，就是蔓延。神山摧尾，而又出现了神山呢，高高的神山。忽从背现，忽然从背后出现神山了，雄虎生儿拿举。一座山上出现了熊啊、老虎啊，彼此坐下互相抓、互相搏斗的样子，拿举就是用手啊要抓要什么的。猿又超而高远，又有那些什么猿猴、长臂猴之类的，一出来呢，就在那个藤蔓之间甩来甩去，啊，怪兽露脸，奇奇怪怪的那个。野兽啊，在他们跳来跳去呢，这个大雀群，哎，又出了大鸟啄起路来，群群然的。那白象呢，已经怀孕的象了，那个它的鼻子呢，鳞群就是鼻子这个灵动啊，弯转的样子。海鳞变而成龙，忽然从海里边的一种鱼一变，就变成一条龙，状婉圆，婉婉以温温，那个样子就像龙呢，缓慢爬行，弯转腾挪的样子，舍利牙牙化为仙车。那么舍利牙牙。舍利大概是一种佛教的什么东西啊，它化成仙车了。立马四路，立马就黑马，两匹马，四路枝盖九帕，像灵芝那样，像灵芝像车盖那么大，有9朵花，这个是蟾蜍与龟，蟾蜍和龟呢，水人弄蛇，有在水里边的人在那玩蛇，奇幻似乎，那个蛇被他玩的这个什么呢，非常的奇幻，飘忽，很危险，意貌分显，还有一种这个奇幻之术。把人呢劈成两半，把容颜变化，又可以吞刀吐火，云雾杳冥，使得眼前的云雾杳杳冥冥，画地成川，牛胃通经。忽然地上呢变成有山河了，变成有这个水流动了。你看当时候的这个魔术啊，舞台魔术。很厉害的，现在的这个什么多媒体都不一定有这个技术哦，舞台变成这样。好，下边东海皇宫数刀月柱，巨压白虎足不能救，侠血作骨于是不受。这几句话就写了其中的一段演出的内容。这段演出在这里边结合在脚底戏边演出了，那这一段内容我们下礼拜再来说。好，于是这个儿乃见戏车啊，于是又有戏车出来，一辆车。这个车呢是专门表演的一种特技
杂耍的车在西侧，树荫为修毡，上面撑着高高的这个这个长长的旗杆，正统成彩。正统就是含有武术这个邪术的这个这些小孩呢，在那边表现他们特殊的这个能力，上下偏翻，哇，上上下下呢敏捷的不得了，突到头而蹬挂，忽然间就头低下来，脚挂在上边，做出很危险的动作，比运气而互联啊，好像怎么样已经死了或者什么，哎，忽然又就活过来了，白马同配，一百匹马同在一个配之下，你看这个要架空有多难，乘除变局，白马在同一个配的操控之下，一起在变局，同梦之际，那个长杆上面的最高的那个特技表现呢，太不可思议，哇，那种姿态呢是非常的惊人的，弯弓射于西枪啊，也有射箭之术，又顾发呼呼先卑啊，表示他射箭技能的这个左右助，一束众便尽心成醉，盘乐极唱怀翠，一说这个什么呢，各种表演啊，奇迹表演到这时候都变化完成了，心中呢也这个像如痴如醉一样，可以说欢乐已经极了，欢乐极呢却油然有一股惆怅满怀啊。这个各位看看这一篇东西啊，中国古代的杂耍特技的文化，还有里边每一样的这个表演都可以独立的，像乌后扛鼎、都鲁寻铜、冲霞宴月，这个跳碗剑之挥后走手上，这每一样都是怎么样，都是可以独立表演的。还有像这个所谓化妆表演，总会先差啊，戏霸舞皮，白虎鼓瑟，苍龙吹雌，女娲作娥长歌，每一样都是一个独立的项目。所以各位不要小看这一篇东西，这是我们中国在汉代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表演艺术，这些艺术后来都滋养了我们后来的戏曲艺术啊，是。那么其中的某个剧目也含藏在里边了，我们下礼拜再来看。各位，这一篇呢，下礼拜我们绝对可以讲完。